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会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8，诗篇103篇在一节安尼讲：因为天离开地遐尼高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。三个来祈祷，主爱大过诸天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早时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伫你无起头，也无落尾，因为对过去到现在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就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因为安尼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信息也永无变化。主啊，阮伫世间极其微细，总是你无看阮最逼真，反倒当看阮最宝贝。主啊，你保护阮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将阮嵌入伫你的室内。主啊，阮要听你，敬畏你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高，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尼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对咱的疼极大，亲像天离开地遐尼高。咱若敬畏伊、疼伊，伊的慈爱对咱也是遐尼大，时刻要保护咱、看顾咱、甲咱三个弟弟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